Hello， 我是玉涵，迷你世界洛克大冒险第一期。今天大家介绍一个地图叫洛克大冒险，迷你号呢是16438-1942，希望小伙伴可以去催作者更新哦。好吧，开始来我们的游戏。这边呢有很多洛克王国的人物名字，名字下面呢都有一个门，不过现在没有钥匙可以开门，但是旁边呢有很多的箱子，里面呢会有感应板、货币还有星星礼盒。再看一下其他的箱子，都是些东西呢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有钥匙可以来开旁边的门了。旁边呢有个农庄，提示牌说呢，你是无法去收割麦子的，山姆大婶会帮忙收割。小麦还能够合成货币，那就先种一些小麦子先咯，这可是钱呢。旁边箱子呢有些种子和肥料，那正好可以看一下这山姆大婶呢是怎么帮我们收割麦子的。我们先把手里的麦子种上，再用肥料来催熟。哎，这麦子一熟，这山姆大婶就自动的过来收麦子了。他好像收完都会放到旁边的箱子里的，看一下他们有私底下偷拿我的麦子。哎呦，好像没偷拿呢，那看来是我想多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利用感应板来打开那些门，看一下都有些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就近原则，就从这里打开吧。哎呦，这箱子里有很多的装备啊，看来是每个门后面都有装备的，那这样不就很快可以发育起来啦。捡完这些装备呢，我发现有一些是子弹，看有些武器是要远程攻击的，而且还需要对应的子弹。不过呢，在出发冒险之前先补一下弹药。好啦，补完弹药就准备出发去冒险了。那一台会遭遇怎样的冒险呢？期待下一期的冒险视频哦，拜拜。